你要干嘛？大特要加钱哦。有台词吗？你直接跟他对话说：“香蜜，请问谚语里底清明的放粉鸟是什么意思？”清明的放粉鸟，清明的放粉鸟，伊也是清明的放粉鸟，应该心内有数吧？应该是 B 啦 ，B 啦，心内有数。心内有数啊，因为伊放几只，伊会手会帮会知影啊。心内有数。就是伊真正放粉鸟，唔是讲你甲我约去会叫我伊单无人啊呢？唔是单无人，放粉鸟嘛，哪讲单无人？放粉鸟，你起码是心内有数吗？心内有数好不？好啦，好啦，好听啊，好听，心内有数哦。来，心内有数。心内有数，好，来，咱来看，心内有数对唔对？哇！来，机会来哦！飞给天龙了，无讲白啦，因要有签名啦。啊，无签名共结嘛？来来来来，你感觉嘞？我是感觉，我感觉我接到你个线啊！我看我你想想大头的。来，志祥，我感觉无希望啦，无希望。你感觉无希望？你感觉嘞？无希望。无希望，确定。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里。无希望，对唔对？哦。哎呀。啊，安尼分数搁跳过来了。是恭喜买个天龙得到6000块。因为青梅伊放粉鸟，其实伊家己本身看无嘛，啊，所以粉鸟放起哩，伊嘛唔知影讲粉鸟会飞回来未，还是粉鸟飞去倒啊，所以就感觉无希望。好，谢谢老师。